于无菌操作台操作 GDS80 时，需注意以下操作事项。 GDS80 放入无菌操作台前，需先用酒精整个基因腔喷过之后，才能放入无菌操作台。双手也需完全的喷过酒精。气体连通管连接 GDS80 的部分，需确实的喷过酒精灭菌，再放入无菌操作台。调整气体压力设定之后，双手再喷过酒精，再进入无菌操作台操作 GDS80。如果是使用 distance stand， 请将腔固定完成之后，将样品置于台子上，调整距离即可进行投递。